Hello，同志们，早上好。现在是中午11点，我现在要准备坐船去香港，因为我要准备回厦门。我买的是香港直达厦门的那个动车，我还没有坐过，想坐一下，下次可以教我妈一起坐。对的了，然后我现在提早到好久，我提早了一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好像还有半个多小时才上船。我好饿啊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。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本来想去买 Seven 的那个饭团，结果没有。 Hello， 我到香港了，我的妈，我一下船好饿啊，好香，想吃滑蛋叉烧饭，又想吃，我还想说我是要打的去动车站吗，还是要坐地铁？打的太贵了而且我身上港币好像不够。Hello， 我到厦门了，我好累啊。然后我现在还要换乘，要坐动车去晋江，因为我朋友在晋江。Hello， 我朋友已经接到我了，不过他不能露面，因为他太丑。因为我很邋遢。然后我朋友待会要，现在要载我去吃面，我的妈，我好饿。我的猪仔面，我看上去很好吃，有没有？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猪仔面跟在那个澳门香港吃的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感觉很好吃呢。我家是虾仁，虾仁汤，还加了更多的大肠，就加了3种料。Hello， 我刚洗完脸，然后我现在在酒店，明天是他婚礼嘛，他会在这边办一场，然后后天在厦门办一场，对，所以我这两天可能会很忙，所以如果没有时间给你们录视频的话呢，请见谅。因为当伴娘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累人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很累很累，如果当过伴娘的人的话。所以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呢，我就把给你们录，没有空的话呢，那就我们就大后天再见吧。 Hello， 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穿完衣服了，我要等我朋友她老公过来，然后我朋友现在没有穿衣服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拍他。你的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我朋友特地从泉州对焦，我朋友特地从泉州给我带来了醋肉，新年好好吃哦。嗨，宝贝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要去那个婚宴的现场了吗？好冷啊，现在只有10度吧，然后我就穿一件裙子，然后披了个外套。我觉得我待会应该没有空给你们录了，因为我朋友他们办了60桌，然后我要陪敬酒。加油，希望晚上给你们拍的时候我还可以清醒好吗？哇，我已经很干练，我已经好厉害，阿金小姐，你们的，哇，你们的，开始，现在是晚上10点，然后我朋友的，谢谢，然后我朋友的那个什么，那什么宴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堵完了门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从晋江去厦门了。哎，怎么那么暗？刚摸两下，真的是。那你们适应一下吗？这是我宝贝，这是另外一个伴娘。没有说别走啊，没有说别走吗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从晋江出发去厦门了。Hello， 现在是12点，我们到厦门了，正打算把我朋友接去她老公家，就是在这边，好累哦，好想回酒店睡觉，我在这边等。然后我没有穿袜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没有穿袜子，好冷，现在只有9度还是10度。
不知道，宝贝。需要你打针吗？不用。我要运气去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到酒店，现在是凌晨一点，我妈妈困死了，我的脸怎么回事？这边怎么了？我好害怕。不知道，有点迷离。真的吗？嗨，现在是凌晨两点，我好困啊，这件睡衣是我朋友的睡衣。Hello， 我朋友在看我的视频，我本人就在他面前呢，他在还在看视频。嗨，早上好，同志们，现在是中午。一点，我刚睡醒，我点了粥，还有榨菜和蒸饺。耶、yeah ！我原本点了粥，想非常养生的吃一顿午饭的，结果我朋友居然点了东北菜锅包肉，看到这肉了吗？还要睡觉。Hello， 同志们，现在是中午，下午。三点，然后我现在到酒店了，我现在要准备化妆，我现在要准备换裙子，待会要画一排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下面只有九度。再见。如果我现在睡醒，我脸就肿了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吃了很多醋肉，昨天。Hello， 我朋友给我买了多肉葡萄。来，我们现在拍完照，拍完照之后准备要去迎宾了。嗨，大家好，等一下就是你们爱的黎莉要进场了，哈哈哈，帮我关掉，快点快点。新人的对戒通过伴娘的手中，而接下来两位新人请用。Hello， 婚礼，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婚礼是已经结束了，我要开始吃了，看到了吗？我跳墙。Hello， 我实在太没用了，我吃了两口就饱了。我的素腰他在阻止我吃东西。 Hello， 婚礼结束，然后刚去唱歌，然后我就喝了点酒，然后现在是凌晨半，我回到酒店，我好累哦，所以我现在准备卸妆洗澡，再见，明天中午见好吗？明天中午要跟我宝贝出去吃饭。我不是很开心呢、欸、我觉得我肯定有问题。嗨，早上好，我出门的时候哇好冷啊，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相机了，现在我要跟我的宝贝还有昨天结婚的另外一个宝贝出去吃饭，来万象城。我的妈，我好冷啊，今天怎么那么冷啊。重口味必备，要了一碟小米辣。耶、yeah, ，我的饭，开心开心开心。听说孕妇可以免排队，觉得我像吗？同志们，我的五杯喜茶买完了，然后我朋友还没来，我跟他约四点，现在已经4:40了，我三点就来过来，我三点就过来排喜茶了，我跟他约四点，他4:40还没有来，他4:15的时候跟我讲说他儿子在坐摇摇车，
我要咆哮了，我怎么觉得我脸怪怪的？我要咆哮了。晨晨，你看我买了多少杯？你要喝哪一杯？你自己拿。你要喝哪一杯？太冰了。好喝吗？好喝，你谢姨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你说漂亮，小姐姐，漂亮。哇哦，这是我的多肉葡萄。我说好只喝一杯，可是我喝两杯。Hello， 我跟我朋友来到了火锅店，要等我另外一个朋友。嗨，要等我另外一个朋友下班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吃个火锅。Yeah. 我好饱。然后朋友刚才去买了一杯台干，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满满香芋，就是里面有芋泥，还有那个啥芋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没有喜茶让我喝的爽。我刚才去微博问大家有没有人在排喜茶，可以帮我买一杯吗？他的那杯我请，结果没有人在排，开心。嗨，我们吃完火锅，我朋友又来喝台干。他们家东西不好喝。可以再大声一点。司机关门。王总他硬要我。不对，重新来，不是这个。好，重新来。王总。哎。他硬要我 Q 他，硬要我给他拍。最近我们司机换了新车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坐，王总感觉如何？Hello， 同志们，现在是凌晨3:30，快4:00吧，我困死了。和我朋友吃完饭，他送我回来之后，我就好困哦。可是我不敢睡，因为今天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回去了，所以我今晚跟明晚，我都要一个人在酒店睡觉。好想哭哦，好想回家，可是我没有跟我妈讲说我回来的，所以我也不能回家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很害怕，我胆子特别小，我不敢一个人睡觉，然后我灯开着，可是我还是睡不着，我一直一闭眼我就很。我朋友给我排队买了多肉葡萄，好，我们现在排队吃其他东西。睡醒一杯多肉葡萄，强身健体，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粉嫩嫩的鸡看上去有点可怕。我现在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这边，然后他带他的狗来，好萌哟，有没有？我跟我朋友吃完中午饭，我就过来找我另外一个朋友了，太忙了。超可爱的，有没有？好萌哦，你怎么那么萌？你别惊我。Hello， 我现在跟我朋友又回到了万象城。我中午住在万象城，昨天也在万象城，我现在又来万象城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多肉葡萄，耶！哇哦，我的烤鸭看上去有没有很好吃？然后我跑腿叫了喜茶，结果我买错了，我买成草莓了，心好痛，多花了两倍的钱，结果买错了，不是葡萄。哦，这个好像我们点太多了，这个是。肉卷，小肉饼，小肉饼啊，然后放不下了。现在是9:00，我跟我朋友来吃草莓城养生茶。我到今天现在4:00了，我才吃我今天的第一餐，还有个芝士牛力包耶。Yeah. 我现在要准备回澳门喽，耶耶耶。Hello， 我现在要准备回澳门了，我已经上船了，是晚上要回去跨年，要去看烟花，所以希望回去好好洗个头。Hello， 终于到家了，好累啊，我要赶紧回家，好冷哦，冷死我了。前面出现了几只恐龙，好可爱啊，出门跨年啦。
我化了个妆出门跨年了，现在是10:30，我要走过去巴黎铁塔那边。我今天本来想去那个澳门塔那边的，可是太远了，我晚上就不好回来。今年的莉莉跨年只有一个人，我要一个人跨年，因为我姐她明天早上6点要上班，所以她根本就不跟我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想想说，她很贱，她真的很贱哎、欸，说好跟我跨年的，然后结果她就不跨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，我就跟我朋友跨完，在厦门跨完我再回来。好冷哦，现在只有10度。今年是莉莉第一年自己跨年，应该会蛮好玩的吧。我觉得这期的 vlog 会不会觉得断断续续？其实我这两天超忙，我根本就没有拍什么。你们跨年都在干什么？看跨年演唱会吗？还是跟朋友在外面办趴？我想想看，我去年跨年在干嘛？哦，我去年跨年跟我朋友在家喝酒。我希望我的新年愿望是，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开心，对，然后我也开心，我们都开心。还有1个小时，就2018年就要过去喽。我觉得今年过得好快哦，我觉得啊，怎么办？我又要开始伤感了，不行，我要赶紧走过去。好吵啊！看来我不适合这么吵的地方。难怪我姐不想出门，因为她不喜欢人挤人。而我这种人，我就很喜欢人挤人。好饿啊！我要饿死了！我想要吃麻辣烫。幸亏澳门很小，我可以直接走回家，但是好像走2公里。啊，好冷啊！好开心哦，现在是2019年的第一天。Hello。哇，我的妈，我好冷啊！然后我在思考我的2019年的第一顿宵夜，我是要吃星际车载面呢，还是麻辣烫呢？最近这几天放纵的非常的，非常的放纵，好冷哦！新年快乐！你们今年跨年是跟朋友跨吗？还是跟家人跨？还是像跟我一样一个人跨？我姐刚才就不想出来，她说等下次跨年的时候叫我呢在酒店订好房间，她要在酒店里看。开了门了吗？嗨，这是我2019年的第一顿宵夜。我点的还是吃河粉，我超喜欢吃河粉的。我点了猪颈肉、贡丸、芝士肠，还有猪耳朵、麻辣猪耳。我点的是，我觉得不够辣，我待会可能要再加一点。耶、yeah, ，
快吃快吃快吃。因为你只会惨白，早上的八点我还在上海的外滩，下午约个 homie 在巴黎吃个快餐，我不穿名牌。我的妈，我两个月没吃了，是两个月吗？还是一个半月？好好吃啊！你们这好多好吃吗？超级好吃。我想慢慢吃，我不想一下子吃完，不然我又吃不到了。还是我要吃两碗？嗯，好纠结哦，不能这样放纵自己。新年第二顿还是星际车载面？耶！这是我的今天的第三顿星际车载面。突然疯狂想喝碳酸，干杯！看到了吗？哇哦！你们来澳门，来蛋仔这边一定要吃这家哦，便宜又好吃。想到我明天要开始上班了。想到我明天假期就结束了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很难过。啊，我觉得我现在胃好小，我吃到这我还吃几口就饱了。我今天早上称体重，我还胖了2.8斤哎，3斤不到哎。因为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就对我自己说，一定要控制自己，只能胖3斤。结果我才胖了2.8斤，然后微博上的评论是说不会那么快就胖，过几天你就会胖了。可是我已经吃7天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然后吃到一半想起来给你们做个结尾，我们这期的 vlog 又要结束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今天是2019年的1月1日，希望大家可以忘记2018年的烦恼，然后忘记2018年不好的事情，然后可以重新开始。这什么歌啊，切歌。然后我也希望莉莉可以重新开始，重新迎接新的一年，然后好好努力。嗯，好啦，那我们这期的 vlog 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，请多多弹幕，多多投币，多收藏，多点赞哦，拜拜。